到你们想要的东西吗？有啊，都有买到吗？有，都有买到。你买到了什么？还有买什么？还有买到这种类似钥匙圈，钥匙圈，然后还有发夹。哦，方便。我花了多少钱？8100。8000块。电视三位都要看我上演唱会。对。那你打算拿这些晚上的应援吗？哎，会会会。对。会。谢谢。谢谢。你们大概几点来的？凌晨3:30。从哪边来啊？桃园。对。那刚买到这些东西是都是本来想要的吗？对。都是小朋友喜欢。小朋友喜欢的。他追了多久？好几年哦，对。那觉得他们这次来高雄，是觉得还蛮意外，还蛮期待的。对啊，怎么说，就是没有想到他们会来高雄。之前有在传说，可是就一直没有很正确的那个消息。他确定之后就真的很开心，然后有去抢票啊，试试看这样子。所以才想说要买周边。对对对对对。全家一起。对。都是要买这些周边，都得上官网。对，要代购的部分，对，还有代购费。对，那你觉得这样在现场卖？现场卖是还蛮划算的。对，对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抢到多少场呢？抢到一场。抢到一场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多少钱啊？刚2万多吧。对，早上。